原标题：英国古装美女的盛世美颜。伯爵夫人眼睛有故事，纤腰太细，身材极佳。一，这位女演员和伯爵夫人的原名是伊莎贝尔·莫德·彭利斯·比尔顿 JPDR， 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父亲是工程兵 JPG3。 即便在当时只有黑白相片，没有任何美颜相机的情况下，这位伯爵夫人依然美得惊艳了时光 JPG4。 结婚之前她是一名演员 JPG5， 就算在今天看来，他也绝对经得起相机的拍摄 JPG6， 任何服装在他的身上都会散发出别样的气质 JPG7， 他的眼睛非常有故事 JPG8， 不过今天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影像照片中的他从来不微笑 JPG9， 后来这位女演员嫁给了杜德洛勋爵，成为了克兰卡蒂伯爵夫人。编辑记我纽约社青年会会员马巧玲，来源美国雅虎 JPG 返回搜谷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